好，大家晚上欢迎回来收看《星海争霸一高画质重制版邀请赛》，我是主播阿吉，我是蔡平收杯。好，那今天来到今天的冠军赛啦，就是由这个收杯，不，我在这，我知道，这个 Carly 要对上这个四叶哦。对，这一场比赛 PVP 的一个对决啦。没错，那刚刚其实我跟收杯聊一下，其实收杯蛮是遗憾的。对，我觉得我真的打太烂了。我觉得我今天跟昨天是两个人，就完全因为我刚刚想双飞，我一直到丁丁卡奥利过来跟我说我盖了双螺旋塔，我知道你才知道，我才知道为什么第一铺过去是三只飞塔。对，因为正常来讲那一个流程是过去是五只飞塔再加四只的自杀虫，我过去基本上就赢了，因为他没有机会赢，因为他的光炮好不了，因为我狗在里面一直绕，我知道他的飞机场比我跟我的时间差不多，没错。然后他不会出重机兵，他光炮来不及。我只要进去，他那个重机兵再加海盗机被我撞掉，我就赢。没错。所以我一直很纳闷，为什么我过去会是三只飞塔？但是纳闷归纳闷，我还是要打，我就继续打。然后我还是不知道我出两只飞螺旋塔。对的。然后我后面状况真的太差，就是已经是我已经不知道我在打什么，就是我觉得我有各种姿势可以赢，可是我觉得这是借口啊，就是比赛就是这样子，输了就是输了。对的，对对，因为这蛮可惜的。像一开始我看到双螺旋塔的时候，我还会问号，然后四就说啊，这个战术我知道啊，收费以前打人那时候用过双螺旋塔，那个是以前他虐人用的，以前操作很好的时候，可以那种甩三对飞塔的时候，哇，那个时候可以双螺旋塔双身攻防，然后玩。是的，对，玩弄对手，但是这个比赛不可能，而且太出奇了。我出那个两螺旋塔就差200瓦斯嘞，对，差非常多。那个真的是难怪我一直拿，因为那个流程是精心设计，就是只要我苟进去，我都是那个流程，就是我只要苟进去了，我就是螺旋塔，然后我只要出四只自杀虫，再加5到6只的飞塔进去，比赛就结束。没错，其实你第一波已经算有，你操作也蛮好，就是你的那个自杀虫也撞到撞到他的海盗机。对对，然后是很可惜，就是你的飞塔的数量太少，没有第一时间把它全部压下来。就是因为螺旋塔。对，就是螺旋塔。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干嘛，我今天好差。不过我刚吃了那个，我刚一直到刚刚我才终于要到了 Airwaves 巧克力，那个口香糖。对。吃了一下之后，精神稍微回过头来。不过我觉得比赛的状况还是很重要啊。这边真的年纪啊，真的不得不讲，毕竟18岁，年纪也是有点大。毕竟刚刚是也都讲了嘛，20年前。对啊，毕竟20年前那时候负2岁的时候，对，算是精神比较好一点。不过其实我觉得你也真的不简单，20年过后还保有这等的竞技能力。没有，在昨天的情况下还有3-0的开局。没有，我觉得没有什么竞技能力。今天打成这个样子已经没什么好说的，我已经决定放弃说嘴这件事情。对，我觉得这刚那个真的打太烂了，我真的是不知道该说什么，今天的状况太糟了。好，那后面上大家则是刚刚是 Carly， 现在是四叶哦。那四叶其实在今天的表现上，应该说四叶其实在这一个系列赛表现上其实还不错。不过刚刚四叶其实在上来的时候有说，其实今天的普遍的感觉上，大家的状态都不是很好。应该是昨天后来又去吃宵夜的关系，有可能，有可能。对，我后来去吃宵夜，结束都结束在4-5点了啦。好，那来到今天的冠军赛哦，是由这个 Carly 要对上四叶，在地图的右上方是我们的黄色的生物 Carly。地图的左上方则是绿色的神族四叶。对，神大神我觉得就很不一定了，就是因为经过了老实讲这2天的赛事，我觉得选手进步最多的应该就是神大神了。没错，因为真的太多神大神的场次，所以我相信他们的神大神进步应该非常多。对的，那刚刚其实也有稍微说了一下，他觉得其实 Crowley 在面对虫族的感觉上是比较强的，那内战感觉上是应该算是他的弱项啊。那这边四叶应该是蛮有信心的感觉。我觉得其实内战没有什么，就是我觉得内战是很，就是在神打我觉得在一代的神打城里面，我觉得运气成分相较低很多。对对，因为其实战术算是很完整，就是你通常大部分比较多都是重疾病开，然后转毛毛虫就圣甲虫。对的，对，所以其实运气成分稍微低一点，但是其实中间还是涵盖了一些包含双线的一些进攻啊之类的。那我个人也是觉得四叶是微战优势，但是没有到非常大。没错，但是没有大概我是觉得大概5.5比4.5开，但是也不能小看卡奥利，因为毕竟他是击败我的男人。对的，没错，击败10日冠军的男人，对不对？对，尤其是真的是我老讲，就是我觉得就算我刚场赢了，我也跟他不过战成1-1。没错，对，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说嘴，那更何况输了是0-2，所以这我是觉得卡奥利要好好加油，既然都干爆我了，你就要不能够轻易的倒下。对的。不然就代表你也输给了四叶，是不是？啊，对，但我也输给四叶了。对，好，那这边看一下，这一个公兵是直接绕对角哦。
有时候这一个巡其实重点在于巡中间你有没有野兵营、哦、其实我觉得四叶这一个巡法是抓就是怕克劳里如果野兵营的话，那野兵营快攻，因为这张地图毕竟是四人图，也在中间是最快的，对的，所以他其实这一个巡人的重点主要在于顺便看一下我们野兵营，那看了一下是没有野兵营的、哦、所以可能会再往上走。好，那这边来看一下、哦、这边往上走的话应该可以发现到克劳里的这个位置哦。那克劳里这一场是没有侦查，对，其实如果有发现的话，你会看克劳里神打神很长是不侦查的。为什么？他有一场是不侦查。其实，我自己会觉得神打神在初期的时候，可能经济是非常重要。对，那他会认为说我没有必要，反正我不打你嘛，嗯、我就是打一个稳守。那绝对的一个稳守的状况底下，他就认为那我就不选了，我把经济拉到最快，然后用最快的方式守住你的快攻，就算你打快攻的话。对，那你要说怎么去判断对手有没有快攻，其实就是看对手第一次扣完式来的时间点。没错，对，不然往往第一次扣完式都是候在自己的斜坡口嘛。那如果对方的第一次扣完式是直接压到你家楼下，赶快拉工兵过去，那你可能就知道说接着他就要赶快下一个那个护盾产生器来做防守。没错，那这边可以明显看到这边这个 Crowley 这个开局哦，它是一个单臂去开，然后目前的机械控制核心已经在升级这个龙骑兵的射程。好，这第一支龙骑兵出来哦，先把这一支工兵点掉。对，这边的话应该就是一路追到死哦，不过应该没有升过啊、这个自己的工兵会卡到他哦。对，那这边失业者是一个双 BG 哦，好，那这边清掉对方的工兵了。对，失业的兵应该是后来补的，他第二个兵是后来补的，所以其实这应该是一个算是兵 BG 队，然后兵啊机械控制核心在双兵营。好，这个打法应该在中期的给予 Cloud 的压力应该会蛮大的吧。没，但是因为他这边又把科技往上攀，其实这是一个全防流，就是一个打最稳最稳。是的，你就算要打一个初期的一个重骑兵，中期的一个前压，我有双兵营，我的初期中期的一个防守也在高地优势情况底下也没有那么好，容易突破。没错，好，这边龙骑也出来了，好，那双方互换掉对方的这个工兵哦。那目前来讲的话，四叶的瓦斯其实是比 Cloud 多一点的，两边其实是这个开局，在我看来，我觉得是差不多的开局。对，那关键就是比等一下的一个多线空投了，看谁的骚扰比较到位，谁的空投压制比较压骚扰打到对方比较多的工兵。哎，这边事业是不是想要开矿啊？还是没有？我刚刚拉一只工兵是去探路吗？我好像在去探路。哇，这边真的是很细节啊，一直不停的去侦查对方的这个有没有开二矿。对，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在神打神里面。尤其是我觉得四叶的打法可能会比较偏向保守一点，对，所以他一定要知道对什么开。如果已经本身保守，你又被对方先开到矿，其实是一件会蛮伤的事情。没错，那这边Cloud是选择一个直升圣甲虫的一个打法哦，就是等一下可能会来一个空投圣甲虫，圣甲虫。两边应该是一模一样的开局啊。好，但是其实以经济层面来讲的话，我个人觉得这边啊。考虑比较赚，因为他其实一直都是没有侦查，他是科技一个之上，他经济其实比较好很多。对，那来反观这边，反而是这边事业，因为他比较求稳嘛，他其实一直不停的派他的探测机去做防守，去看对方在干嘛。对，那一直去看对方哦。不过这边我觉得等一下真的这一场就是拼操作了，就是拼空投了啦。对的，两边就是看谁的圣甲虫真的可以拿到比较多东西了，所以我们这边来看，观察者往前走。那事业这边应该也差不多，因为两边的科技如果没记错，事业甚至是快一点点的。没错，刚刚这边事业其实做了个细节、哦、他在这个地图的这个矿地方放了一根水晶塔，他就是为了看对方空投的这个路径。对，其实这在内战来讲的话，其实是一个蛮关键的位置。而且尤其是因为双方是一个水平点位，对的，所以这一个很重要。这个其实在二代也有人用，所以其实算是类似的战术。这一场，哎，是不是那一个放的是上面的那一个建筑物？对对对，右边。水晶塔、这个、正在盖，不在左边，正在盖，对对对啊，对对对，它叫资源机械站啊、哦，所以就是圣甲虫。那这个在开局的一个部分已经被卡奥里斯取了一个先机，他毛虫会比对方早好。对，那哎这边哎又把一只工兵解决掉了，抓到工兵。不过这个在初期圣甲城里面，因为两边都没有开矿，其实你死一只工兵这个影响不大。没错，好，那这边假装压出来哦，那家里的这个。这个运输机已经准备好，等这个圣甲虫上船了。那来等一下，来看一下这一波空投哦。对，那这边的话，来留一下，因为已经三个兵营了，事业这边也是三兵营，应该
我觉得应该会有一边要出去开矿，或者两边都要出去开矿。已经有点晚了，事业的殡仪馆有点晚了，看来又。我是觉得这边应该是 Crowley 会先开矿了，因为他毕竟一开始都没有侦查，他的钱应该会比较多。那他的科技就比较快的情况下，就有点像是那种神族引刀开矿的概念，就是我今天攀直升攀一个科技，我前期没有受到损伤，我中期去做骚扰的时候，我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来开二矿。哦，看到了，这个很漂亮。哇，这看到二矿，这个看到了，看到蛮关键的，可能会被抓哦。对的。哎，这边看一下四叶的这个龙骑的动向。哎呦，这个很漂亮，它这个 Juke 是从上面绕了之后往六点钟走。对，哎，但是那边好像要摆放一些兵力哦。那往左边走，其实应该他是想顺便看一下我们二矿，我觉得。对，因为这个地方你就顺便瞄一下。好，好，那刚好放下去。有看到二矿，看到赚400，直接赚400。没错。哎，啊，没有，他没有，应该点不掉，因为血量已经他盖了一阵子，血量已经超过100。没错。三人，好，那这边既然已经有个空投压力的话，哎、欸，我总突然觉得他这边好像想，他有一个选择，这边直接压，对，一波双毛毛虫，因为对方刚刚有看到四叶家里毛毛虫是少的，所以他这边是士兵影哦，他是士兵影哦，你知道各位哈、哦，各位，当我们看到神族单矿四个 BG 的时候，我们这个简称叫做四 BG， 对，这个战术从一代打到二代哦，一个很经典的战术，再从二代打回一代。对的，哦，这边侧面这一个运输机看到了、哦，非常关键哦。那向下把它点掉，哎，这会建设到那一只毛毛虫吗？不会，毛毛虫不会打到自己的、嗯，但是会打到盟友。好，这边打掉了。好，那这边来讲的话，其实我刚好跟辉聊一下，他刚刚辉有说，其实毛毛虫操作跟这个运输机操作有点困难，它不像二代是，我今天我点这个运输机，我去点那一只猫，它就会直接很快速的上来，他你要做到很快速上来的话，你要同时间你去点毛毛虫，跟毛毛虫去点运输机，他才会第一时间就让你再上去。其实你这边留意到哈，在卡奥里这一场的操作，他的运输机和毛毛虫的一个操作是目前选手里面我觉得操作最流畅的。是的，对，所以我自己觉得如果这样子的话，这一场真的是不好说。如果他的操作能够保持着这么流畅的话，他的毛毛虫数量现在是领先对方两只的、哦，现在是三只对一只，两只在里面嘛。没错，我是觉得这边卡奥瑞应该要赶快来压制看看了，因为其实卡奥瑞有发现到四叶开二矿的时间点，他也知道说对方目前已经有二矿了，剩要打了。对，啊，那说错，卡奥瑞要打了。我想说怎么剩穿毛毛虫，卡奥瑞要打了。对的。哇，这个毛毛虫用爬了。我跟你讲，这个要怎么样？我跟你讲，前面两只先载过去，对，我再回来把它载过去，接力嘛。对，这是一个接力的概念嘛。我们有时候以前去烤肉，有没有女生比男生多的时候怎么办？男生先载几个过去，再回来载。你不是载完女生就忘记男生了吗？没有，剩下的还是女生。哦，剩下还是女生。哦，还是你去载，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还是要回去的嘛。哎呦，这边事业的，哎，这个毛毛虫，哎呦，有这操作还是有，还是有漂亮。事业这边很危险哦。对。从后面你要赶快跟上。好，这一个操作，可是这边阵型来讲话，因为防守方哦，防守方会稍微好一点。这边赶快哦，下面有一只毛毛虫在上面发呆啊。对，没有攻击哦。现在是三只毛毛虫。哎，又一只毛毛虫。哎，这个操作再上起来。哎，爆开，爆开，爆开。但是为了强点，其实死了，要顶死了，要顶死了。其实死了不少。这个、毛毛虫的操作。哇！毛毛虫炸进去里面要爆开了。哇！这边拉了工兵了。工兵拉出来，我讲工兵拉出来。我们拿出来，通常这个就是老人查前兆后，难道卡奥利这边后来居上吗？这一波的会战看起来已经很有机会喽。我觉得卡奥利，卡奥利应该是要赢，这应该是赢了。你刚刚这一个，你这一个霸气宣言真的不怕要翻盘？不会，不会有事。哦、这一个炸下去、不会有事，相信我好不好？不会有事。后续应该因为他毕竟他有只猫虫跟其实他是单矿，所以其实事业工兵拉回去都没关系。对。好、哦，我跟你讲哈、哦，刚刚好险，刚阿吉有奶一口，所以我觉得还有搞头，不要轻易的放弃。哎、欸，我看到这两只毛毛虫，我突然想要收回刚刚那一句。没有没有没有，覆水难收，祸从口出啊！话都已经说完了，没有再收的。哎、这个好像有点危险了，因为这边有运输机，所以这边其实也漂亮哦，两边秀操作了哦。哦，这边就是发射出去之后再起来，对。哇，有没有再起来？这个漂亮。刚刚是不是打到那一只？没有打到，那个没打到，那个伤，那个一定是有再起来。好、哦，爆开！爆开！不过这个爆开还很难说，因为这边已经没了。炸开！好，哇，阿吉这个神奶，哇，阿吉这个奶下去不得了，不愧是阿吉。
好，有奶有保佑哦。这个竟然、哇，这竟然守住了，守住了，守住了，有了嘛，有一定守得住。你刚都说了，阿吉大神都开示了，守不住。今年看过最扯的场次就这一场了、哦。对啊，主播这样操纵比赛真的可以吗？这我突然不知道怎么去反驳你，怎么会这样子？啊、没有了，不是刚刚那个看下来不就好像打下来了吗？差不多啊，你不说话就 你是不是觉得打下来了吗？你不说话，我已经去上厕所、哦。真的，你不说话，这场早就结束了。这你刚刚那一句话瞬间可能让那个毛毛虫里面子弹从十颗变两颗那这边现在局势来讲话，你觉得谁比较优势？事业优势，事业优势，因为二矿已经开好了，是不是？对对对对对。哇，那糟糕，我怕我等一下一下主播台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跟你讲，你没有说你这个，你刚刚这句话说的，你知道我都不敢。你刚一讲，原本我还在想说，哦，这一波看起来有机会，但你刚一讲赢了，我跟你讲，那就死了。然后又要来空投、还有我觉得如果这边还有办法闹到，我觉得还有机会了，还没有到一定说哇，我觉得事业赢定了。毕竟阿吉等一下还是可能说事业会赢嘛。我觉得还是我不要去乱判断，因为毕竟我没玩过新海一嘛，对不对？我还是不要去乱判断这个局势。没有，我觉得跟你有没有玩过没什么关联。好，这边来看一下哦，这边要来截这一个，哎、啊，糟糕，应该被截死了。啊，这一个，这个爆开了，爆开了。对。太多，直接四个农机来做激活。对，但其实考虑这边正面的部队量是蛮强的。他其实一定要压了，他也是要给压力。对的。好，那这边第二只金甲虫出来了。那正面来看的话，其实这边事业因为经济上比较有优势，他目前的人口已经反超了。那加上他的这个运输机里面还有两只金甲，如果是打一个。手势的话其实是比较有优势，等于一个轻松手啦。对，但其实我觉得正面现在很难说，因为其实留意一下工兵数量，其实考里没有到打不赢，虽然双方这种会战真的没有到打不赢。没错、我觉得还是很有机会。那这边要再来空投，对，这个空投现在的关键就在二矿，因为接下来重点都放在二矿，所以谁守的比较好，谁就是重点。这边冒充下来，我们要爆开了，哇，两只，我跟你讲，这个真的是大爆开，对，爆开，对。都没射到、对，有了第一发有爆开，是不是？你看，你也是有一点，你毕竟是原主的嘛。我跟你讲，跟你那个差距真的是不好说啦。我跟你那个差距真的是天差地远。对，我们刚刚那个都已经看到你操纵那个比赛了嘛。刚刚你已经直接就说，Crowley 了。那你不是？那是我想说你已经判断了那个斩钉截铁。我相信你的这个专业判断，所以我因为你的说。你可以了，你又认证了，我觉得我没有认证啊，谁说认证了？我应该可以义无反顾。我跟你讲，看你看一下聊天室好不好？这个我哪有认证？大家说的都是你，我只有说哦，这波看起来是很有机会，对不对？很有机会，他赢了，姜还是老的辣，好吧？我们都很，我这个判断都是很小心翼翼的啦。没错，好，侧面这一个还想要来吗？但是这边已经有这个容器，但这样他正面会打不赢。对的，这一波压过来，我觉得事业很有机会。那阿吉怎么看？我觉得不好说啊，这优势是很大的，优势是很大的，好不好？好呀，好，看来你变聪明了。好，哎，怎么又要来？这一个毛毛虫没有下来做攻击哦，要喷那个两发。从旁边过来，那这边这个操作漂亮啊，漂亮，直接要点，直接点掉，对，把这个对方运输机点掉了。那后面还有一只金甲在做伤害。对，这边其实操作很重要，必须要上好。考虑这边没有操作好，那后面毛毛虫在发呆，后面还有毛毛虫在发呆，有没有办法？其实可以拉过去点那个医疗艇了、好像守住嘞、欸，这好像守住了。阿吉又开始了，看看这场比赛胜负、没有来看一下了，还有机会，确实啊，对，这应该守住了。你看，因为毕竟这边 Crowley 他的这个阵型啊，他比较散。对对，然后刚刚其实这边是因为他是四只挤在一起，其实被一个毛毛虫打到会扩散。刚刚其实有被一发打到两只嘛，直接死掉了。哇，这一场真的是峰回路转，这个峰回路转，而且现在不过事业已经把三矿开下来了，对，所以事业还是有一个不错的一个优势。没错、这边人口直接拉开22、其实主要就是在于一开始经济上的差异啦。你在打完经济战来讲的话，因为刚刚 Crowley 他二矿是刚开，而且他其实一开始没有预先补农，所以其实这边事业农民数是一直都比较领先的。对，而且这边一直被炸，这个就是有操作，还有操作去打那个比较多农民的地方。没错。那这边对于夸来讲非常之难受哦，人口已经拉开24人口差距，这边兵力感觉上已经慢慢有点落差哦，而且重点是这边事业的三矿已经开启一阵子了，正在已经在采集了。对，这边的话我们来看到事业已经开始转出一点狂安师哦，如果你能够在双方的这种这边对垒里面，你有一些狂安师去吸引
那个圣甲虫的炮火，对，其实会拥有一个蛮好的一个输出环境，让你的重机兵会来的比较安全、哦、所以我觉得这边的一个配兵在会战里面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但关键还是因为现在我看考里的经济，他应该只能继续出重机兵。没错，目前现在来讲的话，其实这边是还是非常稳健哦，派了一支狂战士去做这个地图的巡逻。看，因为他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打两三波，他还有一个后续的兵力一直不停的涌上哦？那在想是不是会有开三矿这举动？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保守，一个保险起见去看一下，对，也不亏。再出去，其实这个再出去要特别留意哦，我们就往二矿走。那顺便有机会其实看一下主要角的三矿，被发现了，被发现了。哦，没事没事。好，这个绕过刚好看到三矿啊。哎，看到了看到了，哎呦，这个头，哎呦呦，工兵。哦，有点痛哎、欸，这有点痛。这个打那个刚刚可能是光炮，然后他打到一个光炮，又打了两只工兵。刚刚这一波他要去追工兵，对，哇哇，工兵小可爱，我来了。哇，哇这个五工兵，哇，这个你在医疗艇里面，你在运输机里面的毛毛虫就是一路追啦，所以其实那很正常。不过这边四叶发现对手毛毛虫不在家，要直接正面来 A 一波喽。没错，那这样的话就看考里有没有办法守住家里这一波了啦。哇，刚刚直接杀了十几农哎、欸，有哎，这边、欸、直接往前 A 了，然后侧面的这一个是有毛毛虫的，他要步调要拉回来了，步调要拉回来守。没错，哎、欸，家里还有一只毛毛虫，正面东西拉过来、欸、要上好。这边怎么感觉上好像打不太下来呢？后面还有兵，他后面还有小坨。好的，好的。后面的龙血来了，那但是那一只毛毛虫的输出位置蛮好的、欸。后面那个是什么？哎、欸，后面有四只狂，他是不是没有控制到？哇，糟糕！不过守住了，守住了，这边守住了。没错，哇，这个守住超关键的。就下面那一坨到底是什么？下面我明明就看到有一坨。有他走，他移走，他移走了，不知道那一坨。有啊有啊，这一坨狂战士、啊，狂战士，对啊，我就在想这一坨东西有吗？刚刚有个五六只吗？对，哇，刚刚其实一度领先快要三十哦。现在这一波会战又被 Crowley 艰难的守下了，那目前人口还是维持在三十人有差距。刚其实那一波屠龙蛮关键的，因为刚那一波屠龙会导致于说，假设如果刚刚那一波没有龙没有屠到，其实正面打完以后，我觉得那人口差距更大，因为经济上的层面已经拉开了。对，那现在这边的话矿，因为毕竟已经知道对手是开矿，所以 Crowley 这边就只能够再去压，对，他就只能再去骚扰。不过家里面就先防守，看要不要把自己的三矿点下来。其实这边为什么 Crowley 他一直不去开三矿、啊、因为他经济不够好、哦、因为他其实他的二矿一直被闹，四叶的空头是一直不就一直有在闹他的二矿，所以变成说其实他在这边他家里面的经济真的也很算是很吃紧、啊、对，没错，而且现在主要问题是主矿已经干了，对于 Crowley 来讲他现在还只有一个矿区，那这边四叶他已经是两个矿在开采了，那这边只能再利用这个毛毛虫来做一些伤害、哦、看可不可以多杀点工兵哦，再钻哦，再加点钻，来再杀，有次卡住，这个那个就卡单了，对的。好，这边分了一点点龙骑兵下，哎、欸，怎么都是狂安士？对，狂安士稍微下来，那这个如果狂安士的话，毛毛虫操作空间就很大了。对的，刚刚可以看到，刚一颗毛毛虫的这个光弹，它就直接两颗是一群，對就是两颗，就是你因为你那边是两只嘛，没错，所以你只要一放下来就是两只，所以。这个伤害是非常惊人的、哦。好，那这边来看一下，哎，刚刚照理说正常来讲应该是，叫这个龙骑兵来防守三矿嘛，对不对？但是狂安士跑比较快，没错，所以这边还是让狂安士来跑过来，我觉得这个也是算是合情合理的，只是在操作上来讲特别留意，就是哇，这白丘也太多了吧？这边执政官这么多，那其实对于对于卡瑞来讲，其实。重骑兵是不怕执政官的、哦，对，这个跟追猎的概念有点微微不太一样，所以其实在这个地方，对于哇，你看，哇，化作一缕青烟，哦，这个白赚人口差，对，人口从刚刚三十几又回到了二十几哦，对，这边好亏哦，这些狂是有点算是都是白送，这个口会卡住，他进不去。这个毒口会卡住，不论重机兵还是白球都进不去了。好，他发现有点尴尬，对不对？对，这也是为什么刚刚狂安士走不进去，因为可能重机兵和执政官会在外面闲晃。那是如果这样的被骚扰，我觉得 Crowley 应该是可以点下自己的三矿。我觉得其实差不多了，因为刚刚这一来回骚扰，其实我觉得也是帮 Crowley 得到一些缓冲的时间呐、啊。
但是比较有问题的是在于说 Crowley 这边的工兵的量，因为其实就算事业被杀那一朵好了，他的工兵数其实还是比 Crowley 多的。对， Crowley 这边的工兵数是非常少，他何况就没有什么在，他这边就是用纯这种基本兵在跟你耗。对，那这边来说的话，相对来讲，这边 Crowley 还是比较他的处境还是比较困难的、哦。对，还是要想办法。应该说，他要么就是出去开矿。哇，这边有引刀、哦，但是想要用引刀去闹有 OB 啊，直接被发现。对，这个又亏了一下。哇，在劣势的时候，其实 Crowley 现在目前的思路也是蛮清晰的。对，但是其实他现在这样子，真的会把自己会快穷死了，所以他一定要去开一下三矿。那只是看他到底要什么时候去点一下自己的三矿。其实我在想，他刚刚如果一开始他，比如说他守住第二波嘛，他守住的时候，如果他同时去点三矿的话，你觉得那三矿开不开得起来？他怕守不起，他其实我觉得有点难守，因为对方毕竟部队量真的也是一直都是基本上一直都是事业的部量比较多。我们看两发那个两发毛毛虫的子弹直接打掉一个光炮，这个伤害是怎么回事？超痛！对，哦，这卡弹哦。好，这边要来截他的这一个运输机。哎呦，这个已经有分哦。想要往下飞，但这边其实事业有兵哦，有兵，要截到了，截到，截到了，截到了，截到了，爆开，漂亮，漂亮，那这个就爆开了。对，这个截到了，正面可能就要来了。没错、哦，哇，而且这个你看，因为卡里原本要打正面了，他那个是回来要变成五只毛毛虫，哇，各位观众，五只毛毛虫，哎，不得了哦，这是这两天比赛最多的一次，但是因为有两只不幸死于这个空难。对的，所以这个只剩下三只，那这样的话，这个正面威力就差很多。哇，这个事业的人口部队很多啊，直接领先大概33，还是有四只的毛毛虫。对面有四只金甲。那这一波，我觉得正面很重要。那如果包得好，其实Crowley应该是打不赢的。哎，那就要看这一波怎么发挥了。哎，在一代的白球，他有比二代强吗？嗯，我觉得二代比较强。二代比较强。对，因为执政官，我觉得他是哪来，就是他有针对性兵种。没错。像二代的狗，基本上我是把它当成完全没有用的东西，就是他只能打工兵。对。对方只要有部队，你就是要死。但一代的狗强很多。哎呦，这边来一波交战 哦，那这来，这阵型其实还不错，因为狂人是在前面。哇，这一个电，这个电要爆开哦，这个空投直接被点掉。哇，糟糕！但是正面再一发 电，毛毛虫被挤死了，全部被电死，打出了啾啾。哇，我们恭喜事业拿下这一次的重置版的冠军哦！哇，恭喜他，恭喜他，恭喜恭喜！哇，实力相当强悍了，实至名归，没错。哇，最后这刚最后那一个阵型，其实我觉得掌握的非常好，因为狂人是完全在前面，然后第二层是我们的这个白球，最后则是龙骑，然后它的电的位置是超漂亮，让这个毛毛虫完全躲不过。那个就是毛毛虫的软肋，就是它移动太慢，所以那个地方真的要有医疗要有运输机来载，那没有的话，真的就是没办法，你就只能站在里面被电好电满。没错，哇，那这一次事业果然有展现它这个高超运营技术，尤其刚刚在后面的局势来讲话，其实他是一直处于一个绝对的优势啊。对，基本上是不太有输的机会的。对，其实整场的一个发挥都相当到位，大概真的，我觉得尤其是第一波真的 Crowley 那一波没打下来，对，真的是太关键。没错。那你是不是应该说点什么？我觉得这应该不干我的事啊，不用负责吗？不是，我是听你说，我哪有说什么会赢。那种感觉，观众的耳朵是雪亮，我是相信你，我相信你，所以没有这种事情。我想你都这样讲了，我还不赶快帮你附和个，对不对？不要这么急着附和嘛。对，谁知道话锋一转就突然变成这样，我也无可奈何。而且你一说完，我就觉得要爆开了，真的假的？又爆开，因为他没有开矿嘛。没错。好、啊，那等一下就是今天也是重头戏啊，就是我们台湾闯胜哦。那等一下要来跟这一次的冠军来打一个。哦，大家等一下可以看一下，因为今天是啊。现在上面练习的时候，我们有在旁边看。对，我只能说，圣的实力跟我讲，我们这群人真的不在同一个档次。是，刚刚其实也讲，刚刚师爷也讲过，他说他看了，他觉得圣已经恢复了大概七八成了。其实基本上，我觉得应该说，以他的天分之子，再加上他当初的基本功，对，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可能恢复个五六成，但是其实我觉得圣大概也是恢复个五六成，但是当年。他绝对是吊打我们所有人，没错。所以这一场，我觉得等一下的对决，我也很期待事业会拿出什么样的一个
战术来应对 Sen。没错，那今天有到现场看的，这是有眼福，因为我觉得你要再看到四叶守备还有 Sen 打星海一的比赛，不容易哦，其实真的是很困难啊。那这一次真的也是很感谢这一次的赛事哦。好，那一样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精彩比赛不要走开，马上回来。